八万变零蛋，这也很正常。我们毕竟都是要被割韭菜的，嗯。打把鳄鱼啊，抠一下，划了，划了，划了，吃眼划了，划了，划了，划了。抠一下，回血，二级我今天学个 W， 抠一下，学 W 攻速快，抠一下，傻个眼儿的。嗯，鳄鱼多蓝剑，那我们随便耗耗他就可以了。他去查眼去了，一会儿他过来，我们直接一个抠，划了。看什么呀？螳螂？怎么的螳螂？螳螂要运？要我圈儿啊，螳螂！哎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为什么我们家打野永远就打野打的就那么慢？人家野都打完都上来赶开了，我们家人打红呢，怎么打野就打的这么慢就？你给我死！啊，怎么就那么慢？很明显啊，这螳螂要勾引我，然后鳄鱼一手传送把我勾引死，我不带上的。鳄鱼爱传不传？耽误你十杆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没有啊，抠一下。你瞅瞅那打野，你瞅瞅，人家都已经上路都跑完一趟了，他才到下路，然后送了个人头，老是慢半拍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的鳄鱼？不打了，鳄鱼，鳄鱼不打了，抠鱼呀。抽一下，一下，这鳄鱼都是家养的，没事。哦，鳄鱼，划了，划了，换了得了。哎，我挡防御他，算了吧。还好我攻击距离比较远，玩潘森吗？潘森不敢玩，潘森一玩那队友就抽风，有咒这英雄，魔咒。没事，
跟我还跳上舞了，鳄鱼。哇，抠死你！让我少吃好几个兵，这鳄鱼。刚才我都害怕了，我都以为我要被他打死了。突然之间，我发现事情不对劲，我有点盐。听说人家高玩的梦魇都是负 W 的，这样攻速加的快，是这样吗？螳螂人呢？咋没了呢？刚才，哎，我刚想飞，他人怎么没了呢？他刚才去哪儿了？这不对呀，人咋没了呢？我打一半，我寻思我支援他一手，然后螳螂一下人没了，去哪了？他五级，他隐什么身？他五级，一会儿我给你看看复议加什么属性啊。为什么打我？快跑！螳螂来了，溜了。这螳螂这小子挺狂啊，啊，挺狂妄啊！我一看呢，这是有点不想好了。这给我干干的，你别让我找着你啊！这给我干干的，给我干干坏了，给我干干的。现在我们没有大招，一会儿再说，先不跟他打了。这螳螂我感觉他可能还得来，他不一定能善罢甘休，你知道吧？我马上飞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双 buff 这不我的了吗？哎，这个，哎，狐狸，哎，我的双 buff， 我的双 buff 漂亮。好嘞，我把这峡谷打了也行。假装打不过这鳄鱼啊，假装打不过，其实他是个臭弟弟。划了，他以为我没有大，打不过他。我给你们看看复议加什么啊，啊，加恐惧时长啊，那行，恐惧时长可以加恐惧时长，然后伤害冷却时间，法力消耗，打个蛤蟆。哎呦，我暗示 double 包了。先把眼儿排了。
算了，你瞅你那抠搜那样，你瞅你那抠抠搜搜那样，你瞅你那样，吃你几个兵是要你命似的。这波鳄鱼不杀了，去下路杀 ADC， 把小龙打了来，打龙。直接打龙，你怕什么？往哪走？打龙，去中路吃个兵，升个十一啊，然后把中路塔皮全吃了。来呀、啊！鳄鱼在吃塔皮，我不吃塔皮，那不亏了吗？鳄鱼传中路了，直接往下走啊！这波 ADC 必须得死，必须得死 ADC。嗯，700我必须拿掉。把塔拔了，鳄鱼来了，撤了。鳄鱼干啥呢？鳄鱼啥意思？回家木印了。就非得过来 E 一下子，你说你 E 了一下干嘛？你就即使我让你 E 了，然后我开了个盾，我们俩谁也没打。没打谁，然后干瞪眼瞅一波，有啥意义吗？这非得要意一下子，意什么呢？这在这儿非得要大意一波，给个红的，你可真是个小聪明蛋儿。可以打，没人，别着急啊，不知道对面下路来没来中，对面的下路这人怎么不见了呢？杀个狐狸得了，谁没杀过啤酒人？没杀过还得杀一把啤酒人，嗯，吃波馅儿吧，这梦魇收馅儿真快，吃完馅儿下去杀 ADC， 顺便把啤酒人杀了，快跑！鳄鱼有点厉害，这波。哎，那我那 W 打了个啥呀？怎么啥也没挡着呢？打了卡莎的 W， 卡莎 W 也没打，
没挡到，我们挡了螳螂的 Q 好像是。没打，他们家这下路确实是找不着人。先把啤酒人杀了。下路那卡莎基本上见不到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特别猥琐，看不见人。来，把下路塔拔了，可以打。这不随便拉吗？这鳄鱼白送了，啊！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！哎呀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啤酒人来了，兄弟干哈呢？啤酒人，哎呦我操！啤酒人厉害呀！啤酒人没蓝了，关键是刚才。继续去下路吧，中路没有啥意义，你守波中，我们去下路带，找卡莎，卡莎上波把闪交了，这波把他杀了。这波兵不收了，我到底要看看这卡莎到底来不来，我们就在这等着他啊，他现在没有地方打钱，我看他到底来不来。费劲了，不来了。这人就整个人就不知道上哪去了，就一整就人就没了，老是不出现。又是啤酒人，啤酒人杀不杀呢？人有点多呀，人太多了，这你下路三个人，我想飞中路都不行，那蓝枪跑上路收线去了。如果是啤酒人家卡莎，我们可以试试；如果是啤酒人家螳螂，不行，跑得太快了。如果是卡莎加螳螂，我们还可以试试，没控制。这啤酒人可挺烦人的，我操！去大龙，去大龙啊！那下路一整就三十个，一整就三十个。打去呗，就杀着鳄鱼就完了，带这么深。啤酒人旁边没有人了。
你给我等死。你把他杀了，杀完打大龙。这么老些人呢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快点的！这老些人不打大龙，我靠，下了三个人，你干哈呢？要干什么呀？下路三个兄弟呀，真费劲跟你说点话呀！哎呦我天，怎么不听话呢？管不了，真累，真是累，跟你玩游戏呀，真累。赵信真累，我累了，梦眼都问我是不是累了。小龙，小龙，别着急，要飞就飞咋了？别人不飞，知道吧？别人不飞。哎呦我操！差一分，不假还有点肉，把小龙打了吧，别追了，一会儿再死了，把龙打了。我们也得出个死亡之舞，我不出那种纯虚虚装的，我把这春哥出完，我出个死亡之舞的。赵信，我们家一共20个头，他142。跟他们换呗。下塔换中塔呗，可以换，他三个都没我一个拆的快。先把这螳螂杀了，你也得死个道理。螳螂没有大跟我打，真肉啊！不过死亡之舞确实是有点肉啊。狐狸没大，他们家正面三个，我估计打的应该不算很吃力，蓝枪装备还可以，应该不能太吃力。没事，我们这波直接上高地啊。啤酒人如果敢打我们，我直接先走一走。这螳螂太幼了，还行，我的人头给啤酒人了，可以接受。我也来个死亡之舞，走吧。
你就一直打啤酒人，他就一直打螳螂，你俩就不能打一个。那他打螳螂，你就别打那啤酒人，你就一直打螳螂去呗。大龙没没没呀、啊，也不瞅一瞅，俩人跑到下路来。大龙有没有？我看不看呢？主意贼正，这蓝枪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，主意贼正，特别有主意。我操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？点个赞啊，给泽拉斯点个赞。下路拆了，拆一波中下，泽拉斯立功了。你这个位置还是可以的啊，先把卡莎杀了。螳螂完了。我跑好了，我不回头好了。哎呀，我应该跑的。这波龙魂没了，我这蓝枪装备不错，我们试试能不能打一波。哎呦，啤酒人怎么从这里来的呢？2000正好，一会儿把春哥卖了，春哥换个收集者，伤害有点不够了。要不先把这凡人的啤酒人给杀了吧，这啤酒人太讨厌了。后边有人，我去了。他们家支援挺快的，很少会出现这种落单的情况啊，基本上都是四个走一块。按错了，我以为我带的扫描呢，不给我那种抓单的机会。有啊，早就是玩了，那英雄有点弱，赢不了。哎呦我啤酒人，先吃馅儿。你不给我把闪交了？最后一路我推了，推完事，剩两个人，剩个啤酒人加卡莎。
可以啊，啤酒人，把啤酒人杀了！哇，啤酒人是真恶心，我收兵。哎，啤酒人，这个啤酒人太烦人了。这啤酒人玩的好，我跟你说，下路怪不得崩，下路崩属于正常现象。